那要不然这样行了吧？不够。姐，给我开个门吧，我来蹭饭了。我想假装不在家，行吗？姐，我不想去。你再不开门，我自己进来了。来了。干嘛？蹭饭。干嘛呢？开个门这么久。嚯，有客人啊！这是莫总，这是我弟徐卫。我这主要是要来感谢莫总，莫总请。我可没帮什么忙，你的感谢我可受不起啊。受得起，受得起。嗯，如果你要是觉得诚意不够的话，改天我请您吃一顿更丰盛的，好吗？一言为定。你这花还有蜡烛，这整的也太……太什么太？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你们两个在搞地下恋。